2018公司大旅行，我哋去咗新西兰玩咗好多活动啊！其中我哋就喺 Taupo 玩咗个活动，大家都觉得好好玩，好刺激，系咁住，劲正！只要唔系讲点啊？嗰个瀑布好靓啊！你系咪中间跌咗落水？就系呢个 Hooker Falls Jet 啦，刺激得嚟又可以近距离咁睇靓景啊！我哋仲有一个星期就上船出发啦！嗨！快艇时速可以高达80公里，仲可以玩足30分钟添啊！除咗够快之外，仲有劲多刺激360度原地大漂移，子龙仲玩到睇嗨竟然！你射我啲水流老细就喂死啊你！哇快！哎，我哋唔好讲啲过嘴嘅嘢，讲翻个瀑布先。Hooker Falls 嘅落差高度只有8米，但水流量咧就非常劲啦，只需要11秒就可以 feel 满一个奥运标准泳池。我哋坐喺船上面，除咗可以 feel 到瀑布嘅雾气之外，仲可以超近距离睇到咁靓嘅河水啊！呢度嘅颜色之所以会咁靓，系因为呢度生长嘅海藻长年累月都被瀑布不停冲刷，同河水混埋一齐，就令到呢一带嘅河水变成咁靓嘅湖绿色啦。好多次都係就嚟掂嗰啲懸崖邊咯，覺得勁危險咯，但係又即刻攞住喎。因為特登咧喺嗰啲勁窄嗰啲罅嗰度咧穿過去咧。咁Superman你點睇啊？我而家係濕曬咯，啱啱嗰啲人勁乾，唔知我而家係濕曬咯。温馨提示：雖然呢度可以借防水外套，但就有非常濃郁嘅汗味，建議大家自備啦。每一個人嚟到呢度都要玩咯。